不好看，不好看。想看吗？回家看去，走。彤，嗯，收到，媳妇儿。你他妈干哈呢？我又烟，你怎么舔着指甲盖了呢？怎么还？我习惯了。彤，嗯，我十月一不想回家了。你不回家干啥去啊？我就想咱俩就搁这窝着就挺好。这搁这窝着有什么意思呀？那咱俩人搁这多好啊！哎，你不想出去玩啊？我不想出去玩，我就想咱俩搁这窝着。嗯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十月一是什么节吧？你当我傻呀？那不国庆节吗？对呀，十月一是举国欢庆的日子，但是同时也是咱们两个人的劳动节。哎，媳妇儿，你是不是说想去那个成都玩啊？我现在订票吧，咱明天咱就去，行不行？我跟你说啊，那咱就点那个九宫格，老好吃了。是你大爷！猫啊，那你不差这一只呀？我饲养不过来，那打架怎么办？时间长了就没事了吗？不行，真不行。嗯，不行，我就想要那种粘人的，就往死了粘人的那种。你俩都不够粘人。那你给我行吗？行。疼吗？啊，这长了个洞，好疼啊！不知道为啥又长了个洞。咋能长痘呢？憋上了。那你说啥呢？不能啊，不是我，咱俩昨天不就才那个啥呀？你搁那唠啥呢？你搁那应该是上火了。上火不能啊。咋就不能呢？没排到位。我错了，媳妇儿。啥玩意儿？哎呀，都怪我。你有病吧？回家，哎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拍毒去，走，回家。媳妇儿。回家了，咋了？不是，你怎么就订一张飞机票？那我的呢？你又不跟我一块回去？不是说好带我回去的吗？你搁家养伤吧。哎，不是，我没事儿，我可以。你可以啥呀？不疼了，已经。那不耽误事儿吗？耽误啥事儿啊？耽误事儿，主要是用不着你啊，这几天。你说啥呢？行，那回去你家有你初恋，你是不是忘不了啊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初恋不在潍坊。他在哪？风吹过我的头发，淋着雨我就站在你。看你。嗯。这门不好使。家人们。